月饼，拿点捧我咱，我不跟他搞了。最近一天是，我想想整整七年，是吧？你那谁来吃吃我，谁来不想我？哎，我说你，我学习非常不行。当我好吃肚子，这个当我豆腐了，还不是老豆腐，是嫩豆腐。啊？好、啊，我啥了？那我是老王身上的眼睛，啊，这眼睛，事情是这样的。那么最近老王呢，有交关人批评。高一呢，思想老嘞，啊，跟不上时代嘞。意思呢，就是家一号回到里，啊，这个看看电视，啊，抱抱孙子，啊，这个领领这个折扣工资，实在没事情嘛，到马路上挥挥旗帜。这老王也弄不懂。你要要去说原因了，晚上时间，我那讲出来是我那关顾眼睛呀，这哪个学不了？啊，伊自家老，关顾眼睛啥事体？哪能不关侬事体？哪能不关侬个事体？呀，你干嘛在你十几个神妖精来不？哎，侬哪里是啊？我哪能使大家受苦呀？这要侬干啥意思啊？侬为啥个自家受苦啊？侬现在只有斗争思想，接受教育，争取改革，积极释放，铁马从宽，抗拒从严，当到大把眼。哎，乖，这把眼睛啥个？侬找我犯罪分子啊？侬以为侬个罪孽还不够深重啊？啊，啥我才加重了？当然了，哪呢？由于侬两只眼睛啊，目光陈旧，哦，害得老王不思长进，不接受新的事物，老了。有一句名言说得好，落后就要挨打。我意思一下，侬要等我呢？当路虎，好手不帮侬红眼睛，红眼睛呀！我告侬讲道理，啊，走到一个国家，落后就要挨打。具体到每个人，老后就要被时代所淘汰。侬两只眼睛出了毛病，害到了浑身上下的零件侪要非同类开。一来老动物挖出钥匙抓，一个慈禧太后害他一个朝代。哎，我关照侬啊，侬不要出口伤人啊！帮助半年前，侬是啥子？我啥个侬不晓得？啊，主播。侬直播啊？侬在直播呢？我在直播了。哎，直播呢？哦，一只口罩没脱呢。哦，现在戴着口罩。哦，侬是直播。嗯。怪不得侬在直播，又是丑又是凶。不是我直播说，我不想你。我哪能不想？对吧？侬两只眼睛，侬平常的话专门盯牢啥个屏？对啥？我专门盯牢人家电台子，我只盯牢人家好看的小姑娘。对吧？侬这个人是哪个？哪个？他三五十。侬平常是搞报纸看吧？啊，报纸不看不咯？什么的报？下方的报？本位报？游戏广告报？这个报纸呢，老王不看了。老王应该不听报纸的。不听报纸，听哪的书？不看报纸了。你专门拿人家看上我那个报纸看的。但是我晓得老王蛮发迹的，专门看这个各样报纸。这个叫外号呢，有个辰光，哎，你专门到小菜上买鱼买牛买葱姜，那么到个从菜市上买点心，那么从旧报纸包包，那么买好之后，你要到屋里旧报纸拆开来翻开来看看，看这种报纸。那么这种报纸的日脚隔了蛮长的。外号，大概两三年吧。这种隔了两三年的报纸看上去嘛，老王的思想哪能叫老？那么你要看为啥的？哎，我再问侬了，我平常我电视看吧，电视也看也看的，哎，只不过有节目有只现实的，那么现实的啥个节目呢？现实节目倒蛮多，看看像这个呢，新闻联播，好的，没看啊，焦点访谈，这个没看啊，七彩哈哈镜没看啊，武打片挑战片没看啊，看啊。
今天不够啊，够啊！你是我要啊，我爱你，我要娶你，我要把你住下来。老婆啊，哎，不要怪怪他，我哪来了？你也是看这种片子，这种片子看下去，侬这个思想哪能不要弄？怎么一看电视，我总不记得眼睛闭拢啊？啊，一看电视，我眼睛闭拢，我总不记得困觉眼睛张开，眼睛一张开，你要飞机不要喊了。你那边还在搞设计啊？强调理由，侬没自控能力，侬讲啥个物事啊？我眼睛都给人家教的，我没自控能力不能啊？哎，侬有啥资格去批评人家眼睛？对啊，侬有啥资格批评我啊？哎，论数量，哎，数量，人家是两只，侬只有一只。哎，对呀。论地位，人家在了上家，侬在了下家。我亲一些，我叫一包子。大家听一下，父母他搞不清楚，对不对？哎，放开我们城市来了，哎，十八世纪人家独特。哎，我讲闲话不要出时髦，跟时髦有闲话讲不来。说了讲不来。那我不能讲两句闲话呢。结余就结啥？叫啥？叫西关老师啦，老师啦，啊？那么宾馆叫财房，叫财房路。那么有啥？文章。洗手间，洗手间是渐渐顺畅了，叫擦。哎哎哎！哎呀，不要搞了啊！稍微卫生点啊！啥的，对不对？嗯，擦出来了，我告诉侬，哎，问问侬口啊，哪能那么坑活？一年到年嘛，光顾说。哎，我急啊！我又不想吃瓜，我啥个大鱼呢？侬这种就不懂哎。侬好外语，有只怕用上嘞。好嘞，好嘞，眼睛啊，侬太笨的了。侬两只眼睛从来不看外语书，我搿只嘴巴哪能讲得出外语啊？侬大嘴。对勿啦？侬嘴巴老，我看侬好，也学不会。聪明面孔，没事体学不会了。好，搿么我讲两句，应该的是不能批评。你这个老婆叫一年不出母亲
两个是要不一样，一种叫放一步的目的。我们是在一步的目的。那咱们的菩萨。有种女人啊，夜里向一进呢，到屋里边洗一下碗的，那么强迫自家老婆跟着，那么一手拿自家钞票打五角出来，我不自家老婆就去出毛病，一推账输了怪我的，赢了怪侬的，怪不赢啊？那么你老婆开心啊，都是把个钱挣毛病，我毛病我做得来，对屋里我都一时间跳，我听了晓得一塌糊涂。这个就叫一亩在亩地，你一在亩地一双手了，你讲最真实。毛最缺钱，对啊，哎，我家还缺钱呢，哎呀，我忙啊，哎呀，需要忙好听啊，哦，我到舞厅里跳舞啊，为了国际接轨，对啊，你拿了条国标，国际标准，哎呀，好嘛呗，这我哎，我们收购五天，那么我们家买那个这个蒙特大，哎，那两家的哪能二八的过来？哎呀，天哪，一看侬的双眼睛神光过你一眼不啦？真的，俺们两家的他们老友好，拍的老好啊！哎，今晚下班以后，七点钟到十二点钟，那能蒙特大？哦，十二点到天亮，搓摩的。侬两个收沙子不去当当地主，侬两个接沙子不去踢踢足球？刚刚比到这个。我搓摩天，你莫要搓老天，是脑子叫我搓。这个脑子呀，你说这个脑子我有问题了。脑子一中风有问题，我这个身体不好动，要动起来不好。那不能动了，那家不好动啊，动起来七八七八不能动。脑子没，脑子出来，出来，那脑子跟指令，阿拉爷爷我。车车车，叫侬出来，啥地方干事干的啊？脑子不大出来，一直在那里向啊。这个啥脑子？脑子扒到外头了，你可不要喊上啊。啥子情况？哎，哥们出来，你进去，好吧？哎，哪能着急了？哪能着急？要不弄呀？啊，那个你们老人奶奶，老人好不老人是吧？老人好不给定吧？老人好帮我治啊！我告诉你，我讲，我讲，我讲，我认为。人的落后，他那身体各个部门是没关系啦，还打不来啊。但是俺自家不健康，还不一定是我脑子的责任呐。侬这耳朵，侬中耳炎是老师叫侬中耳炎啊？我呀，有点道理。好不啦？哎，做谁了个？自个不对，我是没嘛。吴章峰还是老师叫侬吴章峰啊？青光哎，老师叫侬青啊？把那张是老师叫侬把的，啊，我过去了，过去，俺来过去吧，叫侬不要在的，你该健康嘞，侬头上头有血还是我老师叫侬上啊？过去，啊，那我这直播没休息了，侬这直播牙齿痛是老师叫侬牙齿痛啊？为侬这大舌头刚塞回来。还是我脑子叫侬，这我讲不出。过去，我晓得了。我在那讲，身体各个部门，有种不清醒，不一定是脑子的责任。但是归根结底，我反思下来，我要跟上时代步伐，必须脑子，我要观念要更新，才能够使整个机体健康起来，跟上时代的步伐。奋进，大家对不对？同意了吗？同意。李泽。想看清，对面龙舌头看了真不灵光。我会颈椎，眼睛会颈椎，向前看，向右转，都有毛病啊！眼睛细细看花边，起步走，喂，什么事？那怎么武器啦？过来，要下墓了。